我是真想下定决心整容，都不知道从哪儿整起。能头骨能削吗？削不了。那他整啥呀？来了，这个沙发我一定要给他找个主人。为啥呀？这个沙发有个神奇的地方，就是非常难起来。这个啊，是这种。坐下。不是大哥，不是大姐，大姐不行，大姐来吧，姐绿花园。我说白德晚上啊，小姐。哦，山菜姓啥来着？姓山呀。不姓山吧？那叫山菜啊。我以前看那个好像就是这样扭了一下那个领带。哦，好帅呀。你一下子就对。而我还觉得那个就是颠勺特别帅，我就形成一个小浪。对就男的开车这样倒车，我行，倒车我是可以。他就是这个动作真的很帅。我没见过谁开车是这样。你说了这个，对不对？行，我的妈呀！插花吧。这个如果放在这儿会好看吗？啊，就全看自己啊。对呀、啊，真的。这就插花了吗？我也会。你也会吗？那我也会。你这也挺好看的，很圆满的。你要不要高矮给他整一整？我这都已经整过了，整过了不断的在剪。啊，你整过了，对不起，我冒犯了。我有一次演话剧，我印象特别深，刚开场，到这句了，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事就出动的。第一幕过了，那第二幕，你这样对得起你的？哎呦我的妈，挺考验观众的。